哎。嗨。欢迎。Hello。欢迎我们入住我们这个追光吧宿舍。宿舍。对。您先拿好您的这个房卡。然后呢、我们在一楼可以房间，因为你来的比较早，所以咱可以就是选一个自己喜欢的房间、可以选择自己想合宿的人。有没有想住的人、我跟周小欧一块儿住。小欧哥是吧？对，我跟小欧说好了，就是住一个宿舍。对，那你一会儿他来，您可以邀请他一块儿住。好啊，行，那就您先替您俩这个选个房间。行行行，好。好嘞，谢谢你啊，拜拜，辛苦了您嘞。啊。这个也可以，这是三人间。对，这个。欧哥，欧哥，我找了一个房间，挺好的。辛苦了，辛苦了，来来来，姐姐好，赶紧休息。您是刚才不是被选为这个四位发起人了吗？我们帮您专门开了一间独享的房间，就可以自己住了。但是刚才吧，那个谁，那个沙哥说想跟您一块住。对，我们俩能一块住吗？可以吧？您看看是他来您屋呢，还是您去他屋呢？挑这怎么样？嘿，太帅了，好了是吧？可以可以可以，这卫生间在这儿。所以这边不对镜子。行，走，先吃点东西去吧。走，走。别搁这儿，这要拿哪儿呀？搁门口。搁门口啊？对。嘿，好，好，就是您在上面，我在下边，就是您是我上级，我是下级。我得。这哥们儿这么多年的哥们儿就不说了哈，因为我们俩，我觉得。就是特别合，而且那个想法都很一样。第一个我就想，我必须是那个我跟宝哥我们俩。